做过的就不后悔吧。嗯，我你就直接说自己不就完了吗？我不懂他在干嘛，急死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就不知道聊什么让你这么尴尬，不好意思。没有尴尬。哦 ，OK， 没有就好。 不好意思，让你这么尴尬，你这整啥？他就等着人把梗扔回去，他等着他说：“那你呢？你有做过什么后悔的事吗？”我心里一直都有你。我那天叫唐一婷出去是想跟他道歉。我那天真正想表白的人是你，对不起，我让我们之间有了误解。我很爱你，你会跟我走吗？对。他那礼物怎么不送呢？这时候不送，什么时候送啊？